先跟大家郑重的道歉。我外公也是一名志愿老兵，他在朝鲜待了6年，他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圣人。你不是天天都只搞那个蛋炒饭，而偏偏每逢11月25日这一天，你非要搞那么一下，然后你还在那里强词夺理，那一定是可耻的。大家好，我是大树。那么王刚的蛋炒饭道歉视频呢，就登上了海内外的热搜啊，就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是吧？一个蛋炒饭啊，怎么能让王刚出来认错呢？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呢，这个蛋炒饭和老毛头的儿子毛岸英有关系。我们先听听啊，墙内对这段故事的科普。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8周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身命运和国家面貌，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付出了莫大的牺牲。然而时至今日，某些人非但不感谢毛主席为共和国做出的历史贡献，反而去大肆造谣抹黑。较为常见的一个谣言是对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烈士的抹黑。谣言称毛岸英是因为做蛋炒饭生火把敌机引来才牺牲的。根据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考据，蛋炒饭的说法主要源于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某所写的一部回忆录，但该回忆录存在多处细节错误。哎呦，看来是红鬼子内部的人写的，是吧？俄文翻译记毛岸英，啥玩意儿呢？比如说毛岸英牺牲的时间，杨某说是24日拂晓，实际上是25日上午11时。再比如说杨某说美军轰炸机轰炸时办公室内有3人，而实际上根据目击者的回忆和彭德怀的绝密电报，现场有4人，甚至连敌机的飞行路线这个杨某也没说对。总之，关于毛岸英牺牲前后的时间、人物、过程，杨某这大段回忆啊都不靠谱。而更为可信的来源，则是曾担任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作战指挥所主任程普提供的资料。他是毛岸英牺牲时的当事人和现场目击者。他在资料中写道，作战指挥室没有鸡蛋，也没有做饭的条件，怎么可能做蛋炒饭吃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普啊，到底写的是什么啊？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啊。也就是说呢，他当时这个条件是没有鸡蛋啊，没有锅碗，也没有酱油啊，所以说是不可能的。后面这句话，你看，哎呦，耐人寻味啊。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这里也就是说啊，他们有带鸡蛋啊。因为如果你要煮鸡蛋嘛，你去灶房就行了啊，因为他们有带鸡蛋啊，所以说你这个话是前后矛盾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毛岸英当时就是偷了这颗蛋，然后带到了前方的作战室，然后非得要吃一个蛋炒饭，结果把自己炸死了啊？我想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那后面他说，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是有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前后矛盾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文字游戏嘛。那到底是真是假啊？大家自己猜一猜了，是不是？实际上美军能够找到志愿军总部的位置，靠的并不是炊烟。根据彭德怀传，志愿军总部被发现是由于收发电报非常多，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测向发现了指挥所的位置，才会派出战机投下燃烧弹。当时仍在指挥所内的毛岸英没能及时撤出，壮烈牺牲。毛岸英为什么没能撤离呢？根据程普的亲笔材料，在军队的作战指挥机关中，不管情况如何危机，参谋人员都是要坚守岗位的。当时正值第二次战役总攻即将发起的时间点，参谋人员必须时刻掌握敌情，所以毛岸英没能及时撤离。好，就算说你不能随便的撤离，但是导弹在你脑上不断的飞来飞去，丢来丢去，你难道不应该闪躲一下吗？你在那看着导弹丢下来，你就能掌握敌情，你还能目测啊，这是美军的什么型号的导弹，用什么样的飞机把它运载过来，掉下来会炸到谁，结果炸到了自己。掌握敌情这段故事啊，就出卖了一切。从历史的实践证明啊，红鬼子动用国家机器全力打击辟谣的这个版本，它一定是真实的版本。所以呢，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毛岸英就成了红鬼子史上最辱党的人物之一，还羞辱曾经的那个红太阳。所以这么丢人的事件，你觉得不该辟谣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KO。
当然啊，这段蛋炒饭的经历呢，就跟沙雕连全部被冻成了雕像是一样的。那这帮烈士呢，确实是烈士啊，惨烈也叫烈士，对吧？这个马烈也叫烈士啊，属于白死。人朝鲜搞侵略，你哄鬼子啊，你非要带兵去保卫人家的国啊，护人家的土地。当然啊，所谓的这个保家卫国啊，确实有这么一个成分在啊。那毕竟哄鬼子嘛，对吧？手上就不干净，背负那么多条人命，是吧？谁靠近他，他都觉得是要他的命。尤其是美帝啊，过来帮着干架啊，他就觉得这是冲他来的。那好啊，你把魔军送上了前线啊，问题是你给自己人点衣服啥的，是吧？这个大半夜啊，在冰天雪地里搞偷袭啊，所以偷鸡不成蚀把米，耗子尾汁，好好反思。仗还没打，就把人美国人给吓傻了。这个美国人想啊，这个共产国家的战士太狠了啊，这咋就冻成了冰棍呢？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啊。但是也吓到了他们啊！你说要碰到这样的人啊，跟他对抗，那你说美国人他怎么打得赢啊？一个军队啊，为了跟自己干，能把自己全连的人冻死，那得是什么样的军队啊？这是魔鬼呀！所以呢，这群战士的死呢，确实啊，就是打击了美军的士气。但是啊，杀敌100，自损3000，这一直是我们的孙子兵法。就这样的敌人，我怎么能干得过呢？是吧？最后啊，三个连被冻成了冰棍儿，那红社会就觉得啊，这帮人都是烈士啊，这是国家民族尊严的象征啊，所以把他们供起来啊，还拍了长津湖什么的，是吧？不就是说我们国人傻吗？冻死了三个连，你给人家说成了烈士，就可以抹掉你的罪过吗？国人还信了，那确实也是傻啊，脑瓜子进冰了，是吧？最讽刺的啊，是这个战役有两个幸存者，一个呢是掉队的士兵啊，另一个就是通讯员。当然啊，这个蛋炒饭啊是不是谣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个蛋炒饭联系着这场战役。一提起朝鲜战争的蛋炒饭，就条件反射的想起这帮沙雕连啊，封杀的是蛋炒饭，打入冷宫的是沙雕连啊，永久冻结的是朝鲜战争红鬼子犯下的罪恶。好，那现在咱们呢就回到王刚事件上啊，我们再听听这个众人是如何打倒资本家王刚的。这个王某就是有问题，这里是贾导说，这就是我的判断，逻辑非常简单。如果你就是一个直播或者发蛋炒饭视频的人，一年360天天天如此，那么哪怕包括你在内，人人都明明知道11月25日有那样一个关于蛋炒饭的忌讳，大家也不会强求你这一天不炒，这不需要什么解释。问题就出在你不是天天都只搞那个蛋炒饭，而偏偏每逢11月25日这一天你非要搞那么一下，然后你还在那里强词夺理，那一定是可耻的。属实是此地无银300两，既当又立，敢做不敢当的小丑。这个大兄弟还挺用心的，是吧？把王刚每年什么时候发布这个视频的时间都给记录下来了。但是这帮魔粉要说王刚是诋毁先烈啊，这个就是人身攻击啊。我们先听听王刚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大家好，我是王刚，在视频的开头先跟大家郑重的道歉，对不起。今天同事在5点钟的时候发布了视频，这个视频对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和很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再次道歉，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在忙个人的事情，的确没有参与到视频的发布，这是我最大的过失。上来你就撇清关系，你觉得小粉红能原谅你吗？在这里我向大家做两个保证，在未来的日子里，第一，所有的视频我都亲自发布；第二，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在这里想请大家给我做一个见证。其实我外公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灌输做人要踏踏实实的做事。灌输一词用得好啊，这个不就是强行的往人家脑子里输入这些东西吗？是吧？你还不如不解释，我估计你这个解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买账的，越描越黑。我外公也是一名志愿老兵，他在朝鲜待了6年，他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圣人。我从小也有一个梦想，想当兵。我在17岁那年回来兵检，因为背上有一块疤没有过，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的外公他对我从小的要求就非常高，就是做人要坦坦荡荡，做错了就承认并改正。其实在我心目中
军人是无比的神圣高大。在我的公司跟我的同事跟我最久的同事，他们其中有一大部分人都是军人，是因为我觉得军人能带给我们安全感还有责任感和使命。今天这个事情是我的错，再次郑重道歉，对不起，以后请大家监督我。在先烈面前，小粉红要的结果一直都是认罪，王刚还要人家监督他，这不就是王成吗？我是王成，向我开炮，你被喷的还不够惨吗？还要继续被监督，这简直就是受虐嘛，是吧？啊，那王刚的真情流露呢，其实也透露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啊，蛋炒饭在每一年的这一天啊，都是一个大流量，所以王刚年年都蹭流量，结果撞入了友军的炮火区，纯属意外。一个厨子能因为蛋炒饭而发誓自己再也不做蛋炒饭了啊，这是不是当今最讽刺最笑话的一件事情？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证蛋炒饭把人给打了，把王刚打成了蛋炒蛋。当然啊，从王刚被打事件呢，也告诉了我们不涉及中国政治啊，这是完全行不通的。你像李佳琦售卖这个坦克蛋糕，也是因为无知的踩中了中国的红雷。所以这些事件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要多多参与政治，好好读读红鬼子的禁忌内容，了解红鬼子的红线能保命。同时呢，要大量的阅读被封杀的历史事件，对自己的爱国事业这是大有帮助的。好，我是大树，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我们下个视频，哎，见。